现年59岁嘅张兆辉近年主力北上发展，佢最近回港过年，亦不忘喺大年初四喺戏院包场，邀请一班长者欣赏佢同甄子丹合演嘅电影《天龙八部之乔峰传》。日前佢分享自己同家人喺贝沙湾千尺海景豪宅团聚嘅相，相中张兆辉喺巨型面海露台中同老友相聚，十分写意。据知张兆辉现时一家住喺豪宅贝沙湾二期一个高层单位，单位实用面积逾1300平方尺，对出就系一望无际嘅海景，系佢喺2010年斥资逾2200万元连车位买入，现时已经升值至4800万元。又指张兆辉喺2005年开始投资唔同物业，除咗香港之外，北京同英国都有置业，成为圈中隐形亿万富豪。